大家好，我是黑哥。今天老妈要给孙子做那个大棒骨，我锻炼了一圈，去肉店里给他买点那个大棒骨。咱们一会儿见。刀看的真过瘾。不能楼地上再出来吗？小姐姐是吧？能出来吗？Hello， 家里没姜了，拿点姜。这姜怎么卖？6块钱。哎，10块钱再送一块啊。好的。来点芹菜。还到我拿2.5块，难怪我。又到了老妈家了，看我的神兽过来了没有？妈，哎呀，提得我沉的。哎呀，买。我来，你不用弄。小亮过来了没有？过来了。买龙骨了吗？买了，是不是？买了几斤？买了4斤多。哎呦，肉真好啊！最全面的大骨头，这不是那肋骨。就是前面那好那家龙骨，我先把买好的大骨头洗上一下。今天买了有5斤，这个大骨头就是猪的脊椎骨，不是那个棒骨。我儿子比较爱啃这个骨头，我们这边也叫这个骨头叫龙骨。这个龙骨也不贵，现在我今天问15块钱。你看这肉，龙骨洗完了。现在我把它焯下水，等锅开着。老妈已经把这水做开了，我把这个大骨头焯下水，去下里面的血水，真不少。今天这有5斤，5斤怎么也有3斤肉了。放上点香葱，去腥，再料几个姜片。这龙骨已经煮的差不多了，我把它这个血沫比上一下。其实也不用比，比上一下好点，洗肉的时候方便点，它不往肉上粘了。大骨都焯好了，我再把它清洗一遍。这个一会儿就直接炖了，就不炒了。这个在锅里不太好炒，炒个糖色加上水就行。好了，这大龙骨我已经洗干净了。我现在先备点这个炖大骨头的调料，这个姜呀，再切上点葱段。我现在把炖大骨头的那种香叶啊这些东西我都把它闹碎了，把它包到包里，这样它不容易散，吃的时候也不用捞了。先放3小片桂皮，2片香叶也掰碎了，2个小草果，5片白芷，这是2个八角，我把它掰上碎了。这还有一点花椒和小茴香，我把它包上起来，我拿绳把它绑住。大家好，孙子今天放假回来了，我给他炖个大骨头，补充补充营养。起锅烧油，我先炒一下糖色。火小点，糖炒的发了黄就可以了。现在糖色已炒好，我可以加水了。现在把葱、姜、辣椒倒入锅中，再把备好的料包放入锅中，加老抽上色，炖大骨头的汤汁就好了。现在我把大骨头放进锅内，这个大骨头没法炒，只能炖。这个放火炖，大约得炖2个小时。开锅以后小火煮，快酥之前再放咸盐。锅已经开了，我盖上盖子，变成小火，让它慢炖2个小时。霞，学习比初二紧张吗？紧张多了。是吧？啊。作息时间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安排的呢？早上就5:20多起床，然后一直上到半夜10点，就时间安排的特别紧密。那个记住，中午这1个小时必须得休息好。是吧？休息好，会休息的人才会学习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要有秩序的学习，是吧？安排好，你的学的知识是给谁学了？给我学的。对，学好本领，为祖国，为家庭，为自己。炖了1个半小时了，我现在给里面加盐，勺小，我加5勺。这一放盐，马上香味就出来了吗？对。就再炖上20分钟就可以了吧？好，
是的，我的时间你都给我安排的这么好。不是，跟你学多了就知道大概多长时间肉炖到几成开始放盐，这不是都是跟你学的呀？盖上锅盖，再炖半个小时。大骨头已经炖好了，我盖上盖子焖一焖，再给孙子炒几个菜，再给孙子炖一条金枪鱼，补补脑子。今天的饭菜比较丰盛，我今天终于开荤了，我们现在开动了。这么好的菜，再喝一盅我中午。喝，中午，今天我也喝，我给你喝一盅。我拿酒，给你倒满吧。好的。到一了。酒满茶半。酒满是对人的尊重嘛。行，开动。大骨头，是，先给谁夹一块应该来了。好好吃，先给你。对，好，对对对对，嗯，好，我们孩子给奶奶夹一块，谢谢。开动，给你自己夹，伺候自己吧。嗯，不用给爸夹，八个月先喝上一杯。你夹上吃就行，全是瘦肉。嗯，你不是就爱吃这啊，啃着大骨头。奶奶给你加的这个鱼，这个是金鲳鱼，没有刺儿。慢点慢点，不要夹身上，爸爸给你夹。你看看，来，要给你拿个勺吧，给你舀点这个肉汤。肉拿你自己吃就行。嗯，来吧，你妈，你先和爸吃，我爸喝上一杯。好。嗯。学校能吃到这吗？啊？门也没有吧？嗯。这个鱼我都是第一次吃吗？我没吃过这种鱼。海里的鱼，这是海鱼。嗯。我妈回来说，今天炖个金枪鱼。我说哟，他买下金枪鱼了。我说这是好东西啊。一看，我说不是啊，这金枪鱼是给剑吃的。不是，这个。能跳起来。哎呀，这大骨头真好吃。多吃两碗吧，行。嗯。哎，我也把这块肉吃饱，我开开荤吧。好长时间都没吃肉了。哇，今天想上我儿的福了。其实还是应该感谢老妈，老妈不给做我也吃不上，不允许我也不敢吃。我就吃两块嘛，不多吃。来吧，给你这个，你爱吃这个蒜那种蒜苔炒鸡蛋，这是有酒有肉，有鱼，哎呀，太美了。你这半个月放回家，一个礼拜放回家多好。这大骨头真香哈。嗯，时间对得长它也香。对，有大骨头买必须新鲜，它不新鲜的炖出来的味儿也不太好。这里的那个大全加上吗？你别那么一点点加，再来一大块。好嘞，今天我也超标了。超标了，吃肉吃的超标了，关键是挡不住的诱惑。来吧，这个蒜苔是我炒的，看这上三个菜全是我妈炒的，我炒的就稍微逊色一点。我尝过这鱼，这鱼妈，你说这种鱼没有刺儿？这鱼没刺儿，没那个小刺儿，就是一根儿，它就是没刺儿，用一根刺儿。他说这鱼就是中间这一根。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，喜欢黑哥的请关注和转发，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给黑哥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